铁马，舞金鹰才，书儿女情长，忠义两全。敬请收看《名家书场》。上回接说这一段《隋唐演义》，上回书咱们说到朱家庄朱粲造反，从南阳关跑出来的老百姓啊，全都聚在朱家庄了。朱家庄天天操练人马，说是操练人马，就是朱粲带着大伙瞎练。但是这个消息让张大新可就知道了。张大新一瞧，怎么着，南阳城已成一座空城，老百姓都跑到朱家庄去了，那我冲谁要钱呢？假仁假义，在西宗平长有准备人马血洗朱家庄。这张大新还真横，他是南阳关的总镇呢，浩浩荡荡由南阳关发了2000兵，1500啊步军呐，500骑兵，这当兵的攻上前，刀出鞘，气势汹汹，杀气腾腾，就扑奔了朱家庄。眼看快到朱家庄，一看这山根底下，朱家庄外头，嚯，队伍交杂，人声鼎沸，已然准备跟官兵拼命。人太多了，南阳关来2000兵，朱家庄这准备迎敌的足有5000-6000，干嘛？南阳城的老百姓全跑这儿来了，这青壮年呐都组织起来。正当中一匹马，马上的端坐一位将军，头戴板岩荷叶盔，身上穿着冰铁大叶甲，腰里边横端着这一口青龙偃月大刀，就往马上一坐，活周仓嘛，正是朱家庄现在大伙儿公推的庄主朱粲，旁边就是军师张德禄，5-6000穷苦老百姓。可是呢，这帮人呀，乌合之众，手里那家伙大半都是农具，笤帚、叉子、大耙子，家里的切菜刀、大炒勺、擀面棍，什么都有，反正就是人多呀，胆子粗啊。5-6000人闹叉叉，就在庄口这么一围，跟南阳关的张大新拼了。张大新一瞧，别看人多，这一盘散沙，我这是正规部队啊，哪位过去啊，把这个假周仓这朱粲给我拿下。西松说，总兵大人，您瞧我的。这西松一催坐下马，抬腿摘这一条熟悉杆的枪，可就来到了两军阵前了。呆，姓朱的这小子天天的装神弄鬼，你不要命了吧？赶紧过来受死。朱粲的一琢磨，事到如今不打不成了，反正有这么些穷哥们给我撑腰啊，打了吧。一催坐下这匹高头大马，抡着刀就上来了。您还别说，朱粲这两下子不怎么样，那也比这西松强。这朱粲呐，力气太大，赶这西松拿枪啊一扎，这朱粲拿着刀应该往外封啊，他也不会封，就拿着刀头愣扇这枪，往外这么一扇，啪，就这一下，这西松啊这枪大摆头，哎呦嚯，怎么没朱粲力量大呀？这枪好像没飞了，敢把他这枪拽回来，一回头这刀已经下来啊，咔噗。朱粲拿这西松啊就当了小松树了，他天天砍呢，
就由上往下砍这力量，谁也没有朱灿大，也搭这口青龙刀的天天磨，磨得飞快。黄瓜烟囱大斜茬，这刀头拖着上半拉身子就下去了。这交马一合，刀斩稀松，就给劈了。朱家庄的这些个穷老百姓，好啊，朱庄主太神勇啦，杀呀！这下张大兴可傻了，哟，好厉害的活周仓啊！平常你过去，哎，总兵您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绝不能让西松将军白死，我陪着一块儿，啊呸！说出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硬着头皮也得上去。这小子端着这口片刀来到两军疆场，拿刀啊一砍，朱灿横着自己这搭往上的咚这么一撞，他这刀半天云，二马过凳，搬刀头现刀转，拿这刀转照他脸上咚这么一杵。你别看笨招，这小子愣没躲过去，大刀转呢整推着面门上，啪嚓一下，当时吭声废命，死尸落于马下，稀松平常全完了。张大兴看得毛骨悚然，假人假意，你回头再瞧假人假意呀，没了，哪去早跑了。假人假意吗？平常跟着一块和仗义着呢，到关键时刻头一开溜就这哥俩，这哥俩一跑，张大新一瞧，我也跑吧。拨转马头这一跑，2000正规官军呢、啊、不战自溃。张德禄一瞧，穷哥们上啊！呼啦一下，就这一声令下，5000-6000的穷苦人拿着手中的农具，就如同涨潮一样。兜着2000官军后屁股这么一杀，可把张大新吓坏了。张大新假仁假义，两个人带领着人马往回败，打算败进南阳关，快到南阳关了，就瞧头了，尘沙荡漾，土雨纷飞，由西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，可就拦在了南阳关关门以外，不让回去了。假仁假义这么一瞧，哟，这是哪儿来的一支人马呀？他根本就不认识。那位说，这支人马是哪儿的呀？这支人马呀，就是陀螺寨的武天锡跟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。那位说，这二位怎么凑一块儿了？哎，咱们净说南阳关的事儿，没说小五宝。当初韩擒虎一打南阳关，南阳侯武云照派五宝啊陀螺寨搬兵找武天锡去了，怎么这么些日子都没来呀？这里边有原因。这个五宝啊，他不认得陀螺寨，他不认道，他又着急，骑着这马呀，心急如焚，漫山遍野瞎转悠，正往前跑着呢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嗖啪一声响，这地上啊兜起绷马绳来了，绊马索，感情啊人这伏地儿啊，地底下埋着绳子，哎，有绳槽，把这个道当间啊开出槽来，把大绳子埋在底下，上边撒上浮土树叶子，你瞧这平道，实际底下埋着绳子呢。这边仨人，这边仨人，有骑马过来，人两边一块往起，就跟那跳大神似的，拿这绳子愣兜，这边仨，这边仨，一兜这颗大绳，这马子要趟上就得出去，马上人就得摔下来，这叫绊马索。一共三道绊马索，头一道啊，五宝就下来了，摔了一个七荤八素，过来十几个人就给摁在这儿了，身上的家伙也给下了，捆了一个五花大绑，结结实实，连他
这匹马一块拉着全上山了，面见寨主爷，逮着孤雁绵羊，感觉这占山的一会儿喽喽，看五宝穿戴不错，把他给抢了。他有马匹，有军人，这位山大王大大咧咧，啊，行啊，马匹军人入库，啊，把他身上的金银搜出来。这人呐，绑到柱子上头，摘他的人心，一会儿啊，我好下酒。哎呦，五宝一听，我这冤哦，我上陀罗寨搬兵啊。这个陀罗寨我还没到呢，人没见着呢，我糊里糊涂死在这儿了。喽喽兵不管那个，喽喽兵啊，把他架在这柱子这儿，上头有个大环子，把他法器呢就拴在这环子上了，胳膊呢绑在柱子上，腿也给绑好了。过来个大胖子，在这前心这衣裳这刺啦一伸手就给裂开了，露出五宝的胸膛。端着这么一个水瓢，瓢里头是一瓢凉水。五宝啊，倒是不怕死，可是觉着冤。我这一死不要紧，南阳侯武云照没人救了，忠孝王老千岁这一脉香烟就此决断。五宝哭了，好可怜忠孝王府啊！就这一哭不要紧。坐在聚义堂上头的这位寨主爷听见了，好可怜的忠孝王府，住手！大胖子吓一跳，哎呦，寨主爷怎么着？解下来，推过来。这儿啪，把五宝放下来，喽喽兵往上这么一推，赶来到了聚义堂上头。五宝这么一抬头，哟。他打小也在忠孝王府长大的，他能不认得武天锡吗？这一瞧，这不是大爷武天锡吗？这不是小五宝吗？是我呀，这是哪儿啊？这儿就是陀罗寨。哎呦，您快给我送来吧。误打误撞，小五宝误走陀罗寨。武天锡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都死了啊啊！什么人都死了。五宝一边哭一边说，就把忠孝王府满门抄斩，被驱含冤长安城，全都让杨广给害死的这些个事情完全这么一说。现在南阳关被围，侯爷派我披马单锤陀罗寨搬兵啊。武天锡一听啊，哎呦兄弟，你今儿想起我来用我来了，速速备马抬刀。山上的好多人呢，不是就他武天锡一人，大伙说寨主爷且慢，四路大兵围南阳，就凭咱陀罗寨这两千多人咱行吗？那不行怎么着呀？我兄弟有难，难道我不去吗？您听我的，您不是跟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过海不错吗？您应该约请熊过海呀一块儿去。他为什么耽误时间就耽误到这儿？那位说武天锡跟熊过海认识，他们俩还认识，而且还不错。他们俩这交警打哪儿来的呢？打单雄信这儿来的。那位说这里怎么还有单雄信的事儿？哎，单雄信是北五路的总瓢把子，他呢派人呢给熊过海送个信儿，让熊过海啊入伙得归他北五路领导。熊过海呀、啊、老虎拉车不论这一套，什么北五路北七路的根本我就没听说过，金顶太行山自立一路，不归你这什么江湖上绿林道总瓢把子管。他根本没瞧得起单雄信，跟来人说了，回去告诉单雄信，我熊过海啊是北六路的总瓢把子，单雄信他得归我管。他就这脾气。单雄信呢听完这话呢也没跟他怄气，
这事儿就搁在这儿了。但是武天锡呢，他占了陀罗寨在后，他把陀罗寨占了之后呢，有人报给单雄信，单雄信也派人通知他说，你要打算占山，你就得按绿林道的规矩，你得标明挂号，而且得归我领导。武天锡呀也不听这个，武天锡这话也这么说的，告诉这姓单的，我忠孝王府出来的，领导我就南阳关武云照领导我，谁也管不了我。他也不服，他这一不服呢，他派人打听还有谁不归单雄信管。这一打听还真打听出来了，有个金顶太行山的熊过海呀，自封北六路总瓢把子，连单雄信呢都拢在里头了。武天锡一听乐了，这是个朋友，我访访他去。武天锡啊带着刀奔金顶太行山了。到金顶太行山，他也不知道熊过海在哪儿啊，瞎这么一转悠，瞧头里跑个大老虎，这老虎眼看就跑到切近了。武天锡多勇啊，武天锡不但不躲，蹦下马来，拿着大刀迎着老虎就上去了，咔嚓一刀把老虎给劈了，拽着这死虎往山坡下一走，熊过海追来了。感情熊过海一人啊跨马巡山打老虎，一瞧有人拽着个死虎，哎，大个子，虎是我的。二位为争虎啊，在太行山半山腰打起来了。这一打呀，嘿呦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好汉惜好汉，英雄爱英雄。武天锡说别打了，我累了，累了不要紧的，跟我到我的寨里边吃饭，有酒有肉，吃饱了喝足了接着打。哪个山寨是你的？金顶太行寨是我的。金顶太行寨打听个人呐，你认得吗？打听谁我听听，有个姓熊的叫熊过海啊。哎，还别小学，怎么还走小辙？熊过海就是我哟。你就是熊过海啊？行嘞，我就为找你来的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陀罗寨的武天锡，北七路的总瓢把子。熊过海一听乐了，我自封北六路，他来个北七路，这都是找单雄信茬的。哦，你也不服单雄信，感情不服？那咱们是朋友，咱是朋友，扛着死老虎，俩人回到金顶太行寨，坐这儿啪一吃一喝，俩人交朋友了。打这儿说时常有个来往。现在呀，武天锡陀罗寨的人跟他提醒，您要想打这南阳关，就凭咱陀罗寨不行，您得联合金顶太行寨。为什么？熊过海占据一座金顶太行山将近20年，手下有喽啰兵雄兵6000，再有熊过海是四支虎将，要按咱们这套隋唐演义说，13街好汉熊过海排在第4，武天锡排在第5，这是第4条好汉，第5条好汉。吴宝一听，那好啊，多一个人救侯爷是好的，那走，咱们去搬兵去。这下耽误时间了，武天锡带着吴宝下陀罗寨到太行山找熊过海，熊过海可没在太行山。那时候熊过海干嘛去了？您要听了前文书您还记得，熊过海啊上长安城卖弓去了。卖完这弓啊，他不为卖弓，他为防宇文成都，结果引出来大闹花灯，七煞反长安，就把他们困在王府秋瑞的府里头了。昌平王秋瑞暗放这七煞，七煞怎么样逃出昌平王府，咱们后文书还有交代。反正熊过海是出来的。您琢磨琢磨，宇文成都搜完府领圣旨，再兵发南阳关，熊过海回太行山大概也这时间。所以武天锡在太行山呀还等着熊过海2天，熊过海回来二话不说这就发兵，饶是这样也晚了。由金顶太行山发了兵回陀罗寨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再发兵，足足有小10000人。
吴宝领着他们到了南阳关，已然换旗号，右神大隋旗号。没想到张大新呢，就在朱家庄吃了败仗败回来，这伙人就把路给拦了。假仁假义，一马当先。假仁一口大刀说：“什么人敢挡住我们回南阳关的去路？”武天锡大怒，武天锡走马一和刀劈假仁，熊海一棍把假义就给打死了。张大新是落荒而逃，连城关都没回。赶朱家庄的朱灿追到南阳关呢，这儿已经熊过海跟武天锡带着人进南阳关了。朱灿说：“你们俩是干嘛的？”“我们也是来救武云照的。”“武云照已经放走了。”“武云照让我放走啊，奔凤鸣关找他老丈人去了。”武天锡一听：“那不成，我得走，我得呀上凤鸣关找我兄弟武云照去。”熊国海说：“那我跟着你一块去。”再找吴宝找不着了。书中代言，吴宝搬兵来迟，一看南阳关已然失守，吴宝拿锤自击天灵盖，已然自尽身亡了。这南阳关怎么办呢？武天锡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朱灿这就归你报。”他跟熊国海把南阳关就给了朱灿了。朱灿这才找张德禄带着这些穷哥们复夺南阳关，大伙儿一出主意，干脆我们保着您的，扯白旗，咱们就造反吧。这下可热闹，南阳关朱灿打柴的，扯起来反旗，自立南阳王。您别瞧，朱灿是一打柴的，日后十八路反王。朱灿是头一路，头一个造反的就是他。他这一揭竿起义不要紧，那是四方响应。逃出南阳关的那些人呐，纷纷又回到南阳关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里边有能为的人可就多了。大家伙还是都保这位朱灿，朱灿可就当了南阳王了。那么熊海、武天锡一瞧，他这也安顿，我们俩也走吧。俩人够奔河北凤鸣关找李子通。武云照早就到了。武云照见李子通啊，诉说以往。李子通老泪纵横，为什么？俩闺女都死了，这就要发兵让武云照领着征讨大隋，好报这仇。刚准备好，熊国海、武天锡带兵到了，两支劲旅，陀罗寨跟金顶太行山的人全都到凤鸣关了。李子通一瞧啊，有武云照、武天锡、熊国海三员猛将，看起来呀，我也能反。打这儿说，十八家反王第二位，凤鸣王李子通扯旗造反，就拜武云照为帅。操练人马，准备推翻大隋，是国仇家恨一块报。这一下逼反了南阳关的朱灿、凤鸣关的李子通，就这个加急的战报，雪片相似，打往京城长安。杨广连知都不知道，那为什么？杨广根本不问政事，宇文化及也不告诉他。所有的这各地呀、来的这些个事儿，有好事儿告诉他，坏事儿全都隐匿不告。就是越王杨素跟宇文化及每天哄着杨广吃喝玩乐。杨广现在一瞧，南阳关也平定了，老将韩擒虎回到了长安城，论功行赏犒劳老将，宇文成都也回来了。马叔谋也升官了，现在天下都安定了，武云照也不知跑哪儿去了，没人是我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天下太平了。这回我呀，得吃得喝，得玩得乐。可就问宇文化及跟杨素：“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”杨素跟化及一琢磨：“好，天下都快大乱了，这就反了两家王爷了。
万岁，您必须要安抚天下之人，您得下一道赦旨，叫天下大赦，而且是敬劳赦，不管原先什么罪名，一概全赦，这样收拢天下人心。杨广是这俩人说什么是什么，好啊，大笔一刷，一道赦旨可就下来了，敬劳大赦。什么叫敬劳大赦？牢里边不管什么罪全放，这道赦旨下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村传乡，乡传镇，镇传店，店传县，传来传去，这道赦旨可就下到了山东东昌府东阿县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您可要注意，大隋朝杨广的江山社稷就亡的这一道赦旨上了。为什么？赦的别地儿没事儿，赦到山东东昌府东阿县，打这儿说天翻地覆，推倒大隋朝，就因为东阿县赦出来一位混世魔王。